到现在吗？现在还有。你说是啊，外在给人的感觉吗？你眼，你在眼睛上看一下，你那种。对。你拿个眼镜像小马。对，还是发型。好像有几次就是乱哭，乱舔，没有，就是我都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去骚扰他。都专攻，不是专注哪个区？东区，东区，带转区。就是他如果背对着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就是忍不住用这种方式唤醒他，对，唤醒他。在睡觉，他背对你都。他在做菜的。对，他可能背对我在收拾东西，或者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。对。你在睡觉的时候就背对背吗？他会面向我，但是我会背对他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们睡觉的位置跟我的习惯，我会没办法。要背对女方。脚还是跟勾在一起。脚他会，对，他会勾在。所以他现在还是觉得你很散发荷尔蒙吗？他没有这样跟我讲。他。我会去聊跟他。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摸他，那时候他依然是属于可摸的人。他现在不是，我接下来是可摸吗？现在还是。然后他，你知道代表坐在康熙是跟平相亲。不是那个，不是相亲吧？那个那天的主题不是这样，是吗？意外。没有，那天的主题好像是相的胆大会。今天要摸什么？因为我有注意到那个亲吻，它是有一点湿的亲吻，不是点到的，是有带感情。对，因为一般点到的是正面的，不会歪头的。就是两个人配合好，对。哇，请解释小甜甜。对。好，而且看起来是你往上。小甜甜水质这样吗？可以吗？哈哈，九号一号皮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很好啊。因为我忘记那时候我们主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也想好像是道歉大会，还是我们两个之间有误会要解释。我记得是道歉大会，还是云南分会？不是法会，法会。